要。交易呀、我要你们来去聊观众啊。这个因为现在我卡一个观众时间的话，我不确定会多久。对啊，所以说我就先不要，就直接都留给观，就直接都留给观众。是我排了吗？啊？什么？没有，他排了吗？阿信不是说要找观众吗？我不知道怎么要啊。对啊，要观众算进来，我们无法邀啊，因为他一定要好友才能邀啊。哦，那走吧。那就观众观众自求多福，打哪一个都可以啦，看可不可以打到你。那我们来打个熔岩。嗯。你们一开始就要打熔岩，他是只有那个，反正不等老区还在打熔岩。哦好啊、有我也打不过，哎、欸、不好说。那我们来打个。我昨天玩那个玩到我拇指受伤了，又受伤了。玩拇指琴吗？玩什么？啊，大乱斗啊。哦。哦，昨天那个。你考的那个。我发现我们拇指琴跟其他的声音都不一样，比较广，比较尖呢。我觉得我妹的那个好像不是这样。对啊，像一般的故事模式过也可以，第一个可以有那个箱子吗？还是没有？不可以。故事模式。对啊，为什么的？就是听起来很不像木琴的声音，有点像这种。还是我的铁片已经都烂掉了，应该没有吧？我觉得有点像是那种什么音乐盒那边有的声音，就是抠的声音很不像啊。因为木琴的话，它是敲击，用敲击的方式，啊，这个它是用弹的方式，那比较不一样。我们击败致谢，它就是音乐盒，就是用这个原理。但是和平还是没有降临。你看，抓不到战犯，真的抓不到战犯，不是我，完了。啊，每次慢一秒。哎、欸，他可以看到谁跟谁排、欸，你看。谁跟谁排什么意思？就是我们两个啊，牵在一起，不是吗、啊？对啊，另外一个是什么 ？Moco 吗？不是啦，还是 Mocho？ M O O D。哦 ，M O O D。你是玩困难吗？对啊。OK。嗯，好了，那个闪光想秀给他秀。好，那我们就等。反而会早一点开台，有个人去做美甲，然后再吃饭。算了，给他们自己打。做美甲错了吗？帮泡茶举盾。是啊，里面要有人才会、啊。哎、欸，里面要有人啊！我去，因人而。丽娜，别担心，我会照顾你们。通常来说，应该是托比羊在里面吧，炮塔丢旁边不就好？抓到战犯，托比羊。
打你。他会不会快一点啊？正在害入系统，很快就能关闭防空武器。在你们附近侦测到。哇！你是小月的斗内？我没有斗内啊。感谢斗内。小月啦，你哦。怎么办？我记得最后不是还要推车？对啊。吧，谁会死？这个小可爱呀、啊，给他死啊！小凯要死了，那个逼人小凯要死了，哎呦，我在冲他小一直出去，哎，干嘛？不可以拉进来打吗？问他们呐、啊，都喜欢在外面打。感觉不太妙，不太妙。你说队友吗？这可是我做的，怎么？没办法，没人啊。没朋友。没朋友。哀秀的闪光。避雷啊！有啊，快出来啦！还会炸，还会自爆的啊！来了，会自爆的。
对啊，应该右边好像会出币。都会啊，左边也有啊。云安安，啊，超可怜的，他在哈记台，那个抽哈记那边的 SSR 的音效没抽到，花了很大量的钱抽到一张阿卡。啊，哥，真的假的？呼呼，没有，就是，R 的音效。我是想帮他呼呼，但是。没办法，这就几率性问题。对。爽快！你受到攻击。受到别的机会。对啊，他用了一张红色地毯抽到阿卡。红色地毯是什么代表？红色地毯你知道是什么？不知道啊。1500啊？100块吗？1500。1500为什么是红色地毯？需要治疗好不好？嗯？怎么会是会死啊？你不开玩笑吗？感谢杰云的超级留言，没事，呼呼，这边还有我们。对，这边还有我们。没事的，没事的。没事的，没事的。光头要干嘛？嘟嘟嘟！你准备怎么出局了吗？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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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他们有个人吃不到哦。现在我们比 Tina 他们厉害，这是困难吗？困难啊，因为他们到这边血剩一半。我拉不起来，我可能拉不起来。没事，到点了，到点了。最好躲在我后面。还真感谢你们对我的信心。
干嘛？你死了？看到我了？白痴哦！叫那么大声，以为你怎么了？不是，他刚刚往前面飞了哎、欸。什么大风大浪你没见过？我打不死啊！退！后面有坦克，后面有避雷，后面有避雷。哦、没有啊，他为什么你死了？为什么我死还不错嘛，这成绩。对啊，而且是排路人呢。对啊，都还蛮强的嘛，还可以点燃他们一下。但他通常到垃圾到多久？他到我十分出门，然后三十分回来。哇哦！哇哦！我们玩这个吧，哈玩的。这还有精彩重播的哦？有吗？我不知道。我求，白痴！蓝天白云。哎呦喂！今天用电脑看直播，所以找我反而用电脑打字会比较快，我手机无法打字。我超慢，手机打字整个超惨。原子害，哦，这个就是有那个狙击手，这个吗？还是另外一个？我好想玩。他们在，哎，
斗阵诶、欸，对呀、啊，是斗，是我们没朋友，所以牌很。我觉得那七六还不错看的、啊。扎利亚又是这种武装风格啊，不，他没办法苗条了、啊。他就真的真当男生了、啊，其他都是海盗风格，只有扎利亚是突然间好像不是海盗，那种变北欧感。造型还蛮好看的，衣服。黑头发的词。小鱼要这个师傅吗？要啊，哪是不要的？师傅啊！抓到繁星没按？没有就按啊。不是啊，叫人按空白键。没有，他右下角不会做白字哦，要按。小可爱，繁星按的，还有其他人还是没按的。给他压力啊！回报状况，目标出现了，上尉。等了这么久，马克。哦，有了。你要谁啊？你要谁啊？温斯顿，都问温斯顿啊？哦，他要温斯顿，你怎么知道他要温斯顿？没有啊，他选我才说啊。哦。这一关的话，什么？还有重装甲跟狙击。我换麦，声音好不一样。谁？我吗？没有啊。马克西姆，你不要以为你做眼镜行了，然后就不用管耳朵这一回事。对啊，我们还有一个队友嘞。哇！哇，对呢，这是散弹枪哎。索杰，马克西米连，该不会还有其他打手吧？哇，我没玩过这一关哎，真的假的？真的，那时候就已经没玩这个了。结果压根是秀秀的喇叭坏掉了，说不定。上尉，我们到酿酒厂外面了。扫荡整个建筑，找出马克的下落。我要开门了，大家小心。做好最坏打算，迎接最好结果。精神可嘉。来，准备出门了。嗯。再见喽。
什么？索杰恩，通讯中断了。有埋伏！有埋伏哎！我记得有一个刺客，那个。啊！是我。不可以是我。分析指出，他应该会妥协。哎，什么意思？他会开口的。小心上面！看你老母嘞！没事没事，他吓到我而已。对，你蹲下吧，你蹲下，你蹲下。哎，盾啊，温斯顿！哎，盾啊，温斯顿！温斯顿！靠！我们可能也待不久了。为什么？这个元素是不是新手啊？没有啊，五颗星是怎么亮成这个样子啊？来点好消息吧。我们找到马克了，他在海岸堡垒。你们需要其他东西才能炸开大门。装着炸药的卡车怎么样啊？就是喽。附近是不是有一台装满炸药的卡车？有。那么，行动。这个也是，你死了我不会复活你。我说真的。必须复活队友。
问号哎、欸。看你老师，我怎么过去呀、啊？推车啊！他干嘛？不行啊！他干嘛？要死了！我也死不要死了！哦、你妈逼！那还有什么吗？哎、欸，好卡哦，我断线了耶！夸张哎！嗯、还有，还有，还有，还有一波，还有很多波。
阿鹏。你想去哪里啊，小马？想去哪里啊，小可爱？有话可以好好商量啊。我们跟你没什么好商量的。也得跟我们走。我们很清楚你和同伙的底细、啊、我的同伙可多了，这样讲可能不够清楚，但是我这个人呢，资源丰富。这么说吧，你们想做什么生意？我们想找人。哦，那请问你们想找谁呢？想找一个可以按跳过的人。这个世界不像我们游泳，是不是你？就没看过没？哦，这假的，我就没玩过这个模式哈。哦，所以这个是你第一次哦。对。那另外一个你有玩过吗？有。哇哦！不信。哎、不是，哎、欸，呀，按错了。你想说为什么没有分？这次活动还没看，这活动还不错看呢、啊，我觉得七六还不错看呢、啊。然后那个也蛮好看，也好看。也不是这个啦，每次有点错。我们来玩这个吧，仲裁行动。啊，这个我就玩过了、啊。然后刚刚想说奇怪，为什么一开始重生你不是在一个空间里面？但是也只能依法行事。不过呢，黑卫部队有自己的做法。那时候莫伊刚出的时候就这个、啊、这个模式啊，是吧？我不知道，刚莫伊出的时候我没玩，莫伊刚出的时候我没玩，我玩的时候已经出了很久了。莫伊，至少这是原本的打算。很荣幸见到你，雷耶斯。这可是会上新闻的，捍卫者违法，绑架人人爱戴的善良好公民。就算你们逮捕我，我朋友一下子就能把我放出去。哼，你们呢，劳师动众，只是在浪费时间罢了。说得好。雷耶斯，你搞什么？计划不是这样的。那我们就换个计划吧。好了。
全封锁这里了，快点去破坏前面这道后门。装置启动了，耐心等候。只是他们是玩自定模式的，不是可以选角色的吧？对啊。不能飞的这个，不想飞。他是不是不稳啊？你吗？我，对啊，我还好哎、欸。这个好酷哦！我每次觉得都觉得这个。等人来接我们。计划改的真好，都不知道我在担心什么。别动。没中奖吗？好的。哇，被光光。边吧，没有两只的样子。刺客，谢谢。这很烦呢、欸。不要靠远视啊，先冲到前面去给他那个啊，要跟他抢。对啊。这还好啦，不要，反正刺客好不好？这次的场面还真热闹。你说他会一直抓人吗？对啊，可怕。都被吵醒了，只要离开这里就好。也许下次我们可以别采用这么自杀式的计划。我会治疗你，敌人在攻击我。这也是很会玩。此刻。会来的，呀！这边早哦，这次你就是跑回来的呀。嘿，丢！我怎么记得以前这一关是托比，还是那个是自己选择的角色？在哪？这关主要是死神跟莫伊拉吧，然后以前有麦卡利，大猩猩有啊，跟记忆中的不大一样。
刚的话，我们还没有脱离险境。我要把你这句话记下来。别动嘛！哦，太早按了。哭啊！我怎么记得以前在玩这关的时候，我是用头。都说有另外一个模式是可以自己选自己想要的角色。哦，对啊。抱歉了，这位大名是。对呀。一直走，一直走，往前走，往前走，往外走。就别来了啊！别理他，我们会准备好撤离的。注意，坏人来了！坏人来了！我靠，早知道我就丢白球了，不丢黑球。哪里呀？看不到，好妖啊！你一过来的话，我记得河岸那边也会有。有啊，就是都有啊。快！冷静点，刺客死了，都是你的错。照原定计划，我们早就轻松的带着安东尼要离开这里。哎，快！干嘛？你是刚刚滑下去了，差点。空投艇接近了，我下去再绕回来就好了。不是，我的下去真的很下面。你说河那边吗？掉到河里。不用烦恼狙击兵了。状况如何？我们撑不了太久。直觉告诉我，这一大票冲过来的坏蛋可不是来帮忙的。一如往常，麦卡利的直觉还是这么可靠。干嘛又丢不准？怎么每次都丢不准？我这是废物。抱歉了，重装突击兵倒下。指挥官，我看到你的位置了，我要开始降落了，你们小心一点。所有人准备登机，我
都不耐烦了。妈，纪念谁？为什么要纪念？你是不是玩错游戏了？意念，意念离了。目标死了，我想这家伙也算自食恶果。不过这样有点过头了，而且问题还不止如此。世人已经过了这个图案了，我们的存在有没印象？利爪的空缺也补上了新面孔，好像也是拳王要出的时候。这也许是所毛利小五郎的开始。来抓个老鼠，来一个。是啊，听到去找了。还是要去隔壁抓，他们也没开，啊、也没开来玩。抓抓抓谁呢？抓抓。隔壁有谁可以抓？平安。哪？听到老公说什么纪念他是谁，我来打一个，让他们讲。我去抓。有抓到吗？江鱼，等一下进来真的都要等一下才能听到声音，还是他被霸凌？被霸凌？有、哦，有抓到人吗？有啊，我抓到。喂，听到吗？ Hey, 喂，有抓到听的啊？确定。抓抓抓成功了，我好棒啊！那你要去夹娃娃吗？我不要，不行。我觉得香港的夹娃娃机都很坑，没有台湾的容易夹。哦，我连进来了，我想说我连不进来，是不是进来都要等一下子？这房间真的很奇怪，这是伺服器的关系啊。嗯。我已经连续两天了。啊，你今天现在在哪里啊？你今天被包包的时间已经结束了，是不是？比如说什么今天是什么两个小时什么的。哦，对，是我约的。哦，哦，原来你是主揪哦。对。然后主办方绕跑这样子。没有，我约一个就是十点，只能玩到十点的。哦，这是我们的武师大大。你说金华小姐？对。你们要玩什么？不知道玩那个龙岩模式吗？很难耶，他是专家、哦。不然自定啊。
他能制定吗？现在是要玩什么？就是人家死掉之后会变成一滩熔岩。我的妈！有没有害怕？有没有触击啊？不要靠近就好了嘛。刚刚一个闪光，从头到尾都在一个人在那边打。我是莫里森，你们的任务是救援国王大道。哦。咋办嘞？没关系，我当捕食。要学习远一点，安娜。来召唤流啊！你玩那个艾希啊？艾希，你还要上要不要盾呢、啊？玩那个你来赢了啦！你那个啊，你老公啊没了。专家比困难难吗？会啊，真假的会啊。哦，那可能上次就是啊，哇，好修，忘记了，我说打死他，忘记了，朋友，我过不去，我过来了。好像太刺激了欸，梅劳工真的是对的。哦，有点刺激欸。这个很嗨啊。哦，他们会打这个哦，为了他们知道攻击那个啊。很嗨耶，我没成功过这个。熔岩的吗？还是专家？对啊，熔岩没成功过。走喽，小心太烫哦。你呢？有。你被 gank 是不是？对。我不会烧死吧？后面来喽！靠过没啊？丢丢！哇！你只要我跟他一起死是不是？
修修修。我们站在这里打就好了吧？对吧？好，晚安晚安，记得晚安。晚安晚安。是把 AI 当笨蛋呢、欸？天啊！你说鲍勃吗？没有啦，电脑。每个人都想要赶快过去，每个人都在踩那个岩浆。好怕哦！好烧好烧！修修修！看我自己把自己烧了。Tina 救命！有有有，我在救，我在救。Tina 救命！你在哪里？有没有很棒？有，棒棒。那个，哎，那只大只来了。可以吗？那只，哈，好难哦！修修修！你继续，你继续，你继续！他要爆了，他要爆了！对对对。等一下比较麻烦，应该是欧瑞莎跟碧蕾那一部分。先把，等一下进去先把右边的干掉，好吧？什么东西在打我？不可能的、啊。避雷啊！小心啊！正在调整防御系统。这边。妈
你继续，你继续，我拉，我拉。避雷，避雷。听到我快死了，这是我，啊，谢谢。等一下，是不是还有壁垒？对，哎，两只壁垒，一只自爆的。太难啦！我太难了，我又两边都有壁垒啊。对啊，你死我，我应该在壁垒来之前，我先下去。哎呀，哎呀，我太难了。哎呀，哎呀。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兄弟，干什么？欧瑞莎加壁垒加托比亚，他们讲的，没有在想啊。欧瑞莎有用吗？你说他盾哦？嗯，就是刚刚是不是盾的问题啊？是。有两只壁垒。对啊，你试过原石，而且断加原石打下去，应该只是剩下三分之二的血了。还是用安娜用睡眠镖睡，先睡一只。还是我用安娜。哎呦，哎呦，那我托比昂好了。还是大力斯特。巴蒂斯特啊，我用巴蒂斯特。缇娜可以再选一个，可以选个安娜或什么的，因为这个可以用那个啊，不会死的那个啊。因为不会死。这个维生立场。维生立场。对啊，那这样子，他们会打维生立场的那个圈圈吗？啊，到剑塔都塔了，你说嘞？那个上去塔都打到剑状。那我用，没台，不需要，好，不需要，不需要，不需要是我的问题。硬扛。那种先放的，哎，他不会烫，他不会烫，我烫了，好，好，我们要怎么？好，等一下啦，先不要回答。对啊，我都没有打，我错了。先生，先生，我烫啊，会胖。啊，等一下卡住啊，白痴哦、喔。没有盾没问题吗？问题大了。我觉得我点大。
尾神立场被打掉了啊。对啊，白痴哦、喔，我想的那么完美耶、欸，我真的不是笨蛋呢、欸。我就说我把 AI 当笨蛋了没？哎呀！他说我可以强化谁？不必啊，要用锤出去打。What？我都怀疑你的眼镜被弹回来了呢。给他死！我强化你啊，治疗会变多吗？我在思考这个问题。想多了你，孩子啊。还是可以强化托比羊的炮塔。不行啊。啊。你开得很妙欸，只有我站在圈内。矮有矮的好处，可以直接躲在后面没事情。骚，我好像在那边打酱油的。你说你的扫地机可能被打掉啊？哎、欸，啊，想想的美好，结果真的在唬我。我觉得我被骗了。我想的很美好啊！我只想的很美好。我记得我们跟救客玩。无处可躲了。烫！哎，太烫了，太烫了。太烫了，不要把我挤下去。觉得那边是危险的地方，我不想待在那个位置。
我要打了。我没有衣挂。哦，打这么多，好像有点用哎、欸。我死了。再来应该是壁垒吧。壁垒一只就还好，他太多，就真的听到帮我们先射一边的。哎，我的妈！我也觉得一只还好啦。我抓不到尾完了，地雷来了，我觉得你要死掉了。马上打掉我的那个回声力强，太就是那个什么不会死的那个，夸张哎！避雷避雷避雷！你先睡这边的，听到就是睡我的这边的。结束了？没有吧？啊、要护送啊，要护送吧？啊？啊？什么就飞了？我记得还要护送到里面。不是啊，他是他刚刚要睡右左右两边的，啊一边死了。哦。你刚刚是想问这个？没有，因为他上一场是我们来不及打掉，对，先出来。哦。你说这个车是安全的吗？安全的啊。安全的吗？是安全的，车是安全的。发生什么事？挡炮弹，他在推人，这车在推人。救救救！小鱼救我！你跟新的一样，好不好，宝贝？好，谢谢。哇，这游戏连近战都不给，真的好凶哦。后面我在哭屁股，不能被我挤的，不能挤下车，挤下车就完蛋了。不可以下车，绝对不能下车。哎、欸，不能下车、欸，下车就完蛋了。跑啊、哦！你的维生立场嘞？你的维生立场嘞？滴滴呀！进来！我就到了哎、欸！等我一下啊！不行了，不行了！后面，为什么一直被那边射不到？要死了！要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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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要毁掉！我知道，我
我本也快毁掉了。我们要被毁掉了。我们一定要那么嗨吗？那等一下会爆炸。等一下会有欧瑞莎跟那个壁垒。先把右边的干掉吧。右边的壁垒啊，右边有多一只壁垒。要爆了。我刚刚爆炸，怎么炸弹里面？不是啊，你丢那边干嘛？右边。不要打我！不要！那小后哦。我要自己的飞机。不行啊！老子你的大啊！对，你刚刚没有参与。哎，你刚刚有参与啊？哎，你刚没参与哈？哎，有吗？他刚没有参与。我的大喷到前面去了，我原本想喷那个角落，没喷到。哎呀！啊！真是太好笑了。我想的美好哎、欸。好，你们还继续吗？还是觉得是 OK？ 我觉得可以，其实是可以。玩加个师傅吗？还是用师傅有用吗？好像没用，有用吗？想一下。这好难哦，师傅应该撑不到后面吧？师傅是后面有用，但是好像撑不到后面的感觉。还是继续那个巴黎斯特好。还需要坦？你要哪只坦？请问？我觉得这边坦都不适合。对啊，龙岩呢？坦不适合。你来应该他冲进去就死了，你只能在原地按着那个而已啊。真的，坦应该真的不行。我要继续安娜吗？还是我要慈悲？想慈悲，悲还是安？慈安娜是可以睡，安娜好了。安娜可以睡，然后大家都站车上，你就一直往车上丢那个衣冠啊，丢衣就好了。因为慈悲只有那个时候是巡捕，其他时候都是单捕。怎么样，繁星？要欧瑞莎吗？啊？你要选谁？要谁？你要选谁？我不知道。我不知道。就看你啊！啊，交给托比昂啊！交给托。哇你嘞！可以哦。哇你嘞什么？只能再重生点。没事啦，我挂珠子在他们身上，你的壁垒打更快，不是壁垒，你炮台打更快啊。过马路，红灯。看我睡眠镖都出去了，还是抓到了。我不行，我和尚好炮。他、啊、怎么刚大哥玩的就可以，这就不行。什么大哥？嗯，半藏啊。半藏是大哥，哎呀。半藏不是哥哥？哦，不对啊，好像是，半藏。
直接封路。我们被封门了。阿姨真是美极了。右边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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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没有看到右边啊？看到了，可是你跟我谁呀？我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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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死你们！我踢死你们！干你哟！小心后面呢！小心后面呢！靠什么啦？你们有理由在我这边？这不是可以过的吗？小心啊！没有，快！我那个睡着了，我要修，啊修，啊修修修修修，啊修，啊修，打得到吗？不要死了，我死了，哦，好好。哈哈哈哈！笑什么？哦，我也想上去啊！笑什么？不能笑哦！我的妈、啊！我是卡丘跳上来的。
我是用 Control Tab 上来的，你不行。哦，不行的，不行的，哎呦喂呀，妈妈呀！哇！礼物心灵祥和，加油，小鱼，加油！你好，我爬起来了。果然不行啊，不行，太难了，我们还是打一半就好的。好，太笑了，在在干嘛？困难的就好了，不行的，不能打困难的、啊。哦，你是要打这个、哦？要打这个？我以为你的一般是，我以为是打一般的活动哎、欸。可是我还想说你打一般的活动，不是啊，他还是有造型还是什么的啊，不是吗？你那个你拿打一般也可以拿得到啊。那、我们一般会被虐啊，你想一下哦。没有，我看我们那打一、我们打一般的活动的话，我们就可以直接就累积啦，不是吗？小鱼干嘛？这个挑战任务是在捍卫命令，你自己看。我们解完了。哦。啊，露西欧呢？的 skin 呢？露西欧的 skin 是眼中只有师傅而已、啊。他眼中什么？他眼中只有师傅而已、啊。我师傅。这个礼拜不是师傅的活动的话，他就不会有兴趣。不是在捍卫命啊？对，要打捍卫命令中获得信息哦。他不能打快速，他只能打活动。哦，那我们来个这个吧。哦，我们打刚刚那个，然后现在试试看打专家，我们行不行？那你原本选什么？我原本的那个是专家，可是如果我们连专家普通都过，专家都过不了，我们更不用说专家岩浆了，懂吗？好的。我是莫里森，你们的任务是救援国王大道。那。哎、欸，那如果我 Echo 可以变成那个什么切割手吗？你变切割手要干嘛？这个我们试过了。啊，所以能变什么？队友。能变队友。哦。啊，还有什么可以玩？不想玩黑人。黑人。你是不是种族歧视？我本来想要选露西欧，可是我没有他的好看的事情，所以我不选他。可以往前冲的感觉真好，真的。可以进站的感觉真好，不用等红灯喽。原来是要我补血的意思吗？我刚才在看说为什么你要站在我前面，你在开玩笑吧？你在闹我哎、欸！抓到战犯了，晚安娜不补血的。我上一场有在补啊，这一场没有岩浆，我就在想说为什么你要站在我前面。
干嘛？哦，干嘛？干嘛？你想说个矮子走那么快，跟吐槟榔汁？哎呦喂啊！你干嘛？你干嘛？不小心把我的E丢出去了，我最重要的E啊！你唯一的E，唯一的E呀！你的炮台呢？在外面。哦。打完休息好了，你十一点半了，傻眼，很好玩。这场半，你说什么？这场怎样？这场结束，我也不能玩了，我再有约。这还有约哦，好贪。嗯，妈，没想到教主玩这么晚，是要补我啊？啊，你是不是要下来呀？啊，这比较安全啊。不是。你要在目标点集合啊！靠呀！你在开我什么玩笑？我新手，不会玩斗的，我会看字。玩笑开大喽！哎，臭臭，小臭，闭嘴，大臭。哪里轻松打？你到底放哪里啦？放那边好吗？放我们前面比较好啊。右边也会有机制啊。你这样子，我刚才这样子看起来好像踩在老巨头上。我有蹲跟没蹲的感觉一样欸。救命啊！正在。我可以让他停一下，可是只有一下。我正在重新启动系统，应该很快就能恢复正常。你在那边没有烟，都是抽鼻呀！我要挤在这一台车上呢。被养坏了，避雷来了！看，没默契对不对？就是，哎呦，
来救我。我见过伤势比你更糟的。谢谢。哎呀呀哎呀呀。哇，没默契啊，繁星。没什么默契啦，去晕他。哇！我要死了，我要死了。奇怪，我觉得突然有没有觉得岩浆比较好玩？我觉得要睡觉了，要死了，睡觉喽，睡觉喽，关台喽！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，我们是废物。好啦，准备收台啦，感谢各位晚上收看咯，各位晚安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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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游戏真的是很好玩啊，只是一直